吃肉吧。先把肉都放我碗里，然后再吃鸡。儿子，就这个梅菜扣肉，不扣饭还好吃呢，可香了，这好吃，肉不香，肉不香。嗯，吃吧，那可香了。我的老爸呀，还把我当小孩糊弄呢。儿子，吃肉就点水，可好吃了。嗯，够了。吃这个喝呀，吃那个荤素搭配。看来是一口肉也不让我吃了，算了，那就都给老爸吃吧。儿子，咋的？饭不够啊？啊，我这给你。啊！够吃，够吃。